在这一段时间，台湾其实是非常风声鹤唳的。林先生很有趣，他就提出下面一个：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自由的思想？牵涉到你自己到底是不是有能力去自由的思想。你要有至大至刚之气。殷海光在他下一代的台大的思想研究者而言，他给了一扇窗户。1月26日，周二晚间10点，不羁。